一次两次第三次了，你以为我还会上当？但是不好了，天香姐。大壮别急，慢慢说。村长组织隔壁村的帅哥和咱们村的姐妹相亲，你不去吗？嗯，相亲真有这事儿吗？对，村长还说了，金香姐你是村花，你要是不去就没有人有资格去了。我去我去我去，那你帮我开着点店啊。终于忽悠走了，这家店里的零食想吃就吃，北京烤鸭、开心心，哎，还有闪电爽。喂，谁呀？打扰我好事儿。不是你静香姐，这村口哪有人啊？你是不是听错了？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不是在村口，是在广场。行，我再去看看。吓坏宝宝了，来瓶饮料，压压惊。大壮，广场也没人。那大概也许可能是在池塘边上吧。Later。吃饱喝足了，开心吗？开心。那买个单，总共52.5。我可是老板，用买单，对吗？你说呢？姐，你不是去小池塘了吗？